在香港地咧，少啲 EQ 都唔得，因為其實個生活壓力好大啦，人與人嘅空間咧亦都係好少噶，有時真係好猛或者好唔開心，甚至咦今日咁黑嘅，有冇啲嘢做咗會開心啲，或者可以沉澱一下，甚至咧撇咗呢一啲咧黑氣啊，一啲唔開心嘅感覺呢啲感受嘅話，其實可以咧出去大自然嘅，我好中意出去玩，出去放狗啦，或者係玩 scooters 嘅，咁就出去一個禮拜日咧，就喺度踩踩踩，好開心嘅。而喺屋企方面咧，我就中意用兩種嘅成分咧，就係幫我減壓啦，撇走啲唔開心嘅感覺，同埋咧係令個人咧舒緩一下、鎮靜一下，同埋咧好瞓啲嘅。呢兩個成分咧就係第一。就是麥葛顏 majoran， 第二鼠尾草啦。咁系点用法嘅呢？其实我哋最初介绍 moon 呢一个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一个咧 majoran 麦葛兰嘅。佢喺医学报告里面咧都有讲，麦葛兰呢一种草本成分咧系对于医治呢、乳癌咧系好大嘅帮助。所以攞嚟推胸啊，或者咧推女性嘅譬如话。嗰一個 body massage oil 非常之好，同埋佢裏邊咧落咗呢個仙人掌幹細胞啦，同埋呢一個咧玫瑰嘅精華咧，咁亦都可以做翻個抗氧化啦，減翻啲紋啦，同埋做翻個 firming 嘅，可以排毒，甚至咧係譬如你覺得好攰咧，我兩個禮拜之前上個禮拜咧行咗個美容展，周身骨痛軟爛爛咧，我去攞嚟推自己按翻咧，第二朝咧係會舒服好多，同埋咧精神好多嘅。咁麥葛蘭除咗可以攞嚟咧係 body lotion， 其實都可以攞嚟沖涼嘅。我好中意佢陣味道，好清新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 La Bougette 裏邊嘅其中一個尤加利加麥葛蘭嘅味道嘅。咁加埋熱水嘅時間咧，佢將佢個麥葛蘭同埋個尤加利嗰陣味道咧會提升好多。譬如話你鼻敏感咧，個鼻骨 clog 住咗、塞住咗咧，一沖完涼咧，我鼻骨就通曬，同埋用咗麥葛蘭咧，你會令到個人咧係會舒緩啦，喺個譬如精神上同埋身體上咧，你都感覺到咧，咦，嗰嚿石頭好似冇咗咁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我嗰日覺得好黑氣比較重，事事比較唔順利，猛啲嘅時間咧，我會喺鋪頭或者喺屋企咧會點一個叫做呢一束咧就唔係菜嚟嘅，呢個咧就係鼠尾草嚟嘅。一點咧你就聞到嘅，因為個味好 strong 下嘅，有時可以撇埋啲昆蟲都可以嘅。咁我就攞嚟沉澱一下嘅。咁除咗會點咧，我都會咧係用呢一個 body lotion 啦。呢個 body lotion 咧就落咗薰衣草同埋呢個鼠尾草嘅。咁譬如話你想個人比較放鬆啲，無論喺嗰個身體或者喺個精神上咧，呢兩種成分咧都可以令到你個人咧係住一聲係通咗，冇咁緊張嘅。咁呢兩個都可以係都攞咗 EcoSwift 有機嘅認證㗎啦，咁大家都用得好放心啦。